其实这还可以讲30年前吧，啊，我开始这个从事自助旅行的时候，就接触到房车了。那时候当然不是在台湾，也不是在国内了啊，是在国外，欧洲啊，美国啊，啊，因为我刚刚讲过，很早就移民到美国来了嘛，啊，在美国也差不多有30年了。那当初我看到房车，我非常有兴趣，因为我也希望写书。我觉得开了这个房车哈，一方面旅游，一方面写书，啊，一方面可以也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比如说去拜访朋友啊，或者是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地方去，方便得很，房车是最方便，而且是经济实惠。我曾经开过这个特斯拉的一个房车，啊，很比较小，比较简单，等于说是到哪里去我都一直开到这个纽约都可以，一直开到这个多伦多哈，开了那么远了，开了十几天都可以。我觉得这个在过程中啊，你要想停在哪就停在哪里，我觉得这个经验实在是太好了，值得去推广。我特别像我这算是一个旅游的作家哈，走了这么多国家了，我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，最向往的生活哈，就希望能开一个房车去，到美国，全美国，加拿大跑，然后或者甚至于还可以开到欧洲去啊，在欧洲跑啊，甚至于以后希望能够到非洲，走撒哈拉沙漠，都开着房车走，那是最理想的，因为这个都的确是，不只是方便，而且在你旅行过程中啊，你可以也可以认识很多朋友了啊，也可以这个接待很多朋友，呵呵，因为你的空间很大，当然只要第一要安全了啊，就尽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旅行。关于旅行的计划，我是很想去古巴一趟，因为古巴因为过去是封闭啊，现在开放，那么如果说能够有个房车在古巴旅行最好，起码如果一个月的时间的话，如果你自己走的话可能比较不方便，在古巴如果你有一个房车的话，你可以走更多的地方，节省时间又节省经费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，不只是古巴了在任何地方都当然要考虑到当地的情况了啊，希望这个房车能够发展到全世界啊，每一个角不敢说每一个角落，但是自己向往的地方啊，都能够开着房车去。这四个字，分享跟责任。所谓分享，就是把我的乐趣，旅行的乐趣，包括我想各种方式，因为我是背包客，有背包客的方式，背包客的一种收获。那如果下一个步骤可能我要去有更多的机会去开房车去旅行，那 OK， 那我要把开房车的享受内容啊好处收获来分享给大家，这是一个分享。所谓分享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这些旅行的内涵啊内容。还有一个就是责任，责任的话就是说我有责任帮助更多的人去旅行，比如说背包客你应该去哪些地方最好，哪些地方不应该去或者要注意安全。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开了房车去旅行，也要注意安全问题，哪个地方是最适合房车的，哪个地方是觉得开房车是最经济实惠的啊，这个就是我的责任分享给大家。因为我们旅行呢，当然一般来说就是旅行团啊，还有就是背包客单独的，大部分一个人走，还有一个就是三五好友包括亲子全家去旅行。那么这三种方式呢，我觉得好像在房车来说的话，就有了这三种方式的旅游的方式的优点了，一方面就是说你一个人走也可以，全家走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所谓团旅行团，那我们这个房车本身就是一个团，或者说小团，或者是我们可以邀朋友嘛，不只是亲戚，不只是好友，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房车旅行方面了，可以说是，我们可以邀请很多的朋友来加入房车的旅行，享受房车旅行的乐趣。